今天我们帐篷来挑战一下这一次的地狱级戴诺克斯这一颗，我们来看吧。能用难民队吗？什么是难民队？现在拖出了一个级别叫做难民队吗？平常是平民，然后现在变难民这样子。放黄泉反杀可以吗？皇冠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。有人放那个吗？为什么不带菊哥？王冠会绝对赶走吧？就说要硬挤一颗眼球。挤一颗眼球当然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啊，但是我不想每一次都有问题就用眼球解决，你们知道吗？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战马爆发够，就是你要会开而已。好，相信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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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你。战马绝对伤害够啊。好，哎呦，糟糕！草，很久草，开起来。天降没有，可惜可惜。好，千万别开很久草啦，这里，这里开很久草有点惨。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个回血了。太棒了！再来是第二关。好，开一个变身。我今天是开这个界王拳。哦，是可以排猪的、哦。我转那么辛苦干嘛？我忘记看你就吵了啦，可是有几率都会忘记啊。行，赞，第三关，啊，自己打了。可以用反杀解吗？我明天再玩比较娱乐的队伍好不好？今天先正经一点。什么？反杀是娱乐吗？可是一线的娱乐。这队超吵的，对啊，但我就喜欢这队用吵的感觉。嗯，你们会这样觉得吗？就是、吵得很疗愈。我这边不能开很久吵哦。个尾刀，喜欢啵啵啵啵啵，我也蛮喜欢啵啵啵这种感觉的。最后开这个，砰砰砰砰砰，没事。好过。太糟糕，因为没有开界王的缘故了。好，我也开回来就好了。其实这边可以开很久草了。喂，很久草。好，尽力打他。哦，最底下那个水珠没嘴到，可惜，战马界王要掉了。上马的界王一直在掉啊！好，其实慢慢磨也可以磨得过去啊，但是就是想要打得比较快一点。哦，宝箱掉好久啊！
糟糕，没有强化猪哎，这里怎么办？对，这个也没有强化猪。好，这应该就可以了。更新。好，宝箱是 bug 吗？我不知道，它跳好久。怎么来到王冠了？对决。这边开技能顺序很重要哦，跟大家讲一下，一定要这样开会比较容易过。别再打了，别打了，一直用胯下打人。好，这边先开战马的第二技，所以第二技一定要留在这边开，然后再来是开这个铃兰，开这个好，含羞草开，全开就行了。那这边绝对不能削到那个珠子，绝对不能削到凤珠。这很可惜耶，哇、哦，还好还好还好 ，OK， 珠子隔开就对了。好，龙壳开起来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珠子的量应该是有点不太够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尽量滤出水跟光出来。哦，全开了，全开了。哦，其实是够，其实非常够，太好了。第二阶段，好。哎，该有排珠哈，我该怎么没排珠？它不能拼出去，对不对？好像不能拼出去啊，可是这有点极限哎。好哇，总算有拼成功了，这样应该会过吧？赞，过了，可以拼出去吗？哦，那其实压力会更小。好，感谢藏马，这样组就可以过了，伤害非常够，好不好？就提供给大家，如果想用藏马通关的朋友，这一队就可以临时通关。这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如果跟优助比，优助还是最无脑。